飞翔，要订阅吗？要订阅吗？你说不订阅的话怎么办？打屁股。这是史麦许。透明，外面的拆掉了，还有一个透明的，有没有恐龙？超可爱的，有没有旋转？让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旋转一下蛋蛋？让大家看一下，好，再转过去。那你要不要坐到中间去？应该不是这样吧？来，我看看。我的小的太久大。我的超级大。他应该是使用说明书吧？没有啊。来一下。这打开。秘密就藏在这个细节里面。我爸没有。对，他这里要大力的给他这样子压下去。啊！一样。他这个是一次性的，所以。就是你的手，就这样子。哇，开了！啊，里面的是什么？这蛋壳，这个是。我要打开来看。有没有给镜头看一下？你那一包是什么？这包是一整包的，一整包的，是臭鸡蛋，它好像是臭鸡蛋呢，它好像是臭鸡蛋呢。很多的收藏的，它这个是，哦，这个是刮刮乐吧？刮刮乐，那个刮刮那种寻宝的地图，地图。那里面啊，总是好像应该也是会有一个算是主要的商品，主要的一个主角啊，在里面，他会给你一个说明的组装过程。然后这个也是，就是教你怎么样去开这颗蛋，一个算是那种锤子之类的吧。啊，这好像是把蛋放在上面这样子锤。一个小小里面就是这个一个东西，恐龙的化石吧。我来错了。这样子，它的说明书就是这样子锤吧。啊！这是小恐龙。哇！小恐龙还蛮可爱的。妈妈，我要打开。是软的，它是软质，应该是这种下面一个洞，应该是让小朋友插在铅笔上面那一种吧。对，应该是。它是戴那个嘛蓝色牙套的恐龙。对。蓝色牙套的恐龙。哇，是什么？原始人。这个就是原始人。可爱的，带有点愤怒的原始人。
是什么？脑袋开花了哎。对。他的脑袋开花了，他的脑浆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，你看。这是什么？不过我可是叫不出名字来。这个可以插铅笔，因为后面有那个小小的洞，可以插在铅笔的上面。冰冻的化石，这是这种黏黏糊糊，那种像史莱姆那种。史莱姆给我。所以这一定不是泡澡的啊。对啊。我把它捏破了。五四三，它会爆炸吗？老爸现在不担心它会爆炸，老爸现在担心的是里面有什么东西。那这个你先用这个用敲的吧。敲敲敲敲。这样啊。啊，它要喝一杯水，它要喝一杯水。等一下可能要用吸尘器吸一下。它要一。那个丢到水里面就化了。来，我要敲。我看。嘻嘻嘻嘻，我被坏了。不然直接这样剥。啊。对，用剥的就可以了啦。骨头。哇，化石啊。这游戏还是要敲一下，等下。好，不要弄，这是大骨头。大骨头。好，请亲爱的小助手，耶，拿吸尘器。就是在那个土里面会用到这两只骨头。这样子大骨头。哦，你不觉得这样子很好吗？寓教于乐。它最好煮的吃。阿伟。我帮你。你要戳啊，戳它是吗？这样比较好搓嘛。好，不是，他要直接用，你要把它直接一个一个拿出来。这个绿色的，这个应该就是史莱姆。嗯，这就是非常的史莱姆，就是要鼻涕的。该换史莱姆了。那你就是那个史莱姆，把它弄完之后放到这个袋子，因为这个袋子是加链袋，就是可以让你之后还可以再玩这样子。整个就是像沙子那种，像外面可以看得到那种流动沙。吓死我，我还以为里面有什么怪东西。对啊，头有点重，头有点重，他的头有点重。要第二页分享吗？
个帅气的 ending 呢、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爸爸要让他站起来，爸爸让他站起来，因为他不站起来，他会。啊，你要转侧面嘛，让他有一个 ending 的帅。因为他的头太重了，所以。我们的 David 要订阅吗？那怎么会？怎么头会太重啊？没有太重。那他设计不了。也不就是对他的原本的设计就怪怪，他的头很重。他的头很重。爸爸是打组装达人。好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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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好，你拿那个恐龙跟他合照拍张，耶、yeah! yeah! ！那你最后要跟大家说什么呢？我们的订阅分享支持小的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！拜拜！记得订阅加分享啊，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。那下次见喽，拜拜！拜拜！拜拜！